一共今天来是两车。桃儿啊，那可怜的桃儿，宝贝，毛毛啊，可怜的毛毛，听毛多聪明个孩子，上狗肉车。孩子，你妈妈棒，在这么多狗狗中找你太不容易了，孩子。怎么样，就这生活的，棒了不少。宝贝，停下。真懂事听话，哎，这么听话懂事，金毛都送狗了吃。嘿，宝贝，你脑袋小，身体这么胖吗？宝贝。完了，还粘上我了，宝贝。哎，希望能给你找个好家呀，让你放心。这些狗狗吃的毛憨，也就是咱还生活的很好，玩的很开心。吃胖了，宝贝。你这干啥呀？完了。哎呀！呀，那两个小可爱，刘站长。对啊，我现在就是把这个车先收出来，这两个狗车两个小孩没地方放，所以我想这里收出来，给他俩隔离到里边。哎呀，这两个小宝贝真可爱。哎呀，这么小就被送狗车了。对。哎呀，孩子。你要赶紧找家呀，这是个小泰迪呢。不跑吗？哎呀哎呀，把你收拾干净了啊，收拾干净了。哎呀，刘站长这一天挺辛苦啊。哎呀，你早上几点起床啊？今天早上5点多钟起床，因为好几百个那个，哎呀，好几百个老弱病残都在照顾他们。天天得挨个收拾呗。对，一早上我收拾卫生就得2-3小时。哎呦，这俩小宝贝啊，快点妈妈给收拾出来好不好？刘站长，快点找家吧，别在救助站长大，这孩子多可爱。对，都给他们找个家吧。你抱起来看看大家，还有一个好像弟弟呢。哎呀，小宝贝。那这孩子暂时只能住车里啊，还暂时隔离一下吧，那边建好了就好了，条件能比这好多了。这你看小弟弟还是雪男人一串串的。嗯，那是个啥串串，这都未成年的送狗车。嗯，那现在人咋这样呢？你先看，大家看看多可爱。嗯。离不开人儿，现在。亲，他们吃啥呀？这俩现在吃狗粮了。哎呀呀呀呀呀！哎呀，
哎呀哎呀哎呀！大家看有没有喜欢这两个小家伙的？嗯，可粘人了，听不见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喵喵喵喵喵喵喵呀！那给点水出来，孩子再玩呗，咱。嗯嗯，好了，哎呀，慢慢的，这家伙，你家把我亲的，我去，你慢，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好了，看我们去年的就在拉雪橇的宝宝，那这样看的宝贝，那就有点胆小。干啥呢？掉个袋子，宝贝，给我。来玩，再都没啥玩的了。